Leo 王，我的专辑叫《无病呻吟有情抒情》，八个字中间没有空格，无聊当有趣。为什么你歌词可以写那么好笑？因为我人生最好笑的部分都已经在那里面，所以平常就不好笑，平常就不好笑。周杰伦是范特西，他是范泰伦，他把手举起来说空姐，我的范泰伦。我也不太确定我自己会不会写歌，我现在看我以前写过的歌，我都有时候还想说，那真的是我写的吗？我写吗？我想要带你去吃大夜市里吃鸭肉羹的卤肉粉，我帮你加青菜。我有写过一首歌叫做孔子的马，孔子的马厩烧掉了，他就问说有没有人受伤，但是他没有问马有没有受伤，然后他的学生就说好棒，孔子关心人不关心马。咿咿啊啊，搁想要吃奶奶，要等你大汉，可能搁爱等几个月，我煞袂记哩我穿了不穿甲几回。我想要跟翁立友老师合作。因为他真的很厉害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他表演很厉害，内容还没有决定，但是他就发挥他最好的一面，我就发挥我最好的一面就可以，就是个 banger。 我上次去师大夜市鸭肉羹吃卤肉饭，然后老板就抬头看我一下，然后说是你哦，像你哦，嘿，你哦。现在在都市里静哦啊，抬头看。